陈荷叶，你又抢我的竹子。嗯，本花躺着吃饭，因为本花主打的雄色是优雅。本花还专门给自己留了一个新鲜竹子，等下吃完这个再来一个，就可以等爷爷给我送苹果吃了。去吃最后一个了。的竹子呢？谢妈妈。陈荷叶，是不是你吃了我的竹子？我不是，我没有。你瞎说，别乱讲。本花觉得就是你。没证据不要乱说，不然你是我姐也告你诽谤。哎呦我的妈！本花怎么觉得这根竹子就是刚刚我留的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你肯定看错了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你躲开，让本花看看。看什么看，没什么好看的，反正不是我。陈荷叶，肯定就是你，还不承认，本花太难了，超委屈。